早高峰的巴塞罗那啊，稍稍有点堵车，不过这个堵车要比北京的堵车要轻微的太多太多了啊。毕竟我们这儿才100多万人口啊，前面有个肯德基啊 ，KFC， Kentucky Fried Chicken。人们都戴着口罩啊，没办法。不限制货车啊，货车随便跑，摩托车随便跑。过去这哥们儿是个同性恋啊，背那包遛着狗，同性恋。那阳台多漂亮啊，大理石的，每栋楼房几乎都不一样，都各有特色。圣诞节的装饰慢慢都有了。
所谓的年味儿啊，中国人说的年味儿，